的一些文化的议题哈，然后也讨论到科学跟那个我们的信仰，到底哪个是比较真，到底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好，这里有个照片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啊。好，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，你们讨论一下这张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到底怎么看出它是真的或是假的？啊，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，所以你们就讨论一下，这张照片到底是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你觉得它是真的？为什么你觉得它是假的？啊，来给你们五分钟讨论，快点，把你们的那个可能的答案写在那一张那个麻将纸上面啊。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一张照片是真的吗？真的照片吗？啊，你们讨论一下，快点快点快点记录一下啊，写一下哈。